了不少红魔鬼。墨西哥，哦，调度太重，墨西哥比较不行。这是生鱼，西哥。这人这钓西哥，
钓过，没钓到，不好玩。小时候应该是被钓过，吧。说到早点谁最强，应该是外劳吧，这边一定有外劳的脾气。果然外劳这边烤肉。嘿，这边有什么鱼？花丘大鬼虎啊，哇塞，
给我们出发。嗨，过了这么久的时间，这边的生态还是没有什么恢复，鲫鱼跟西哥都非常少。好吧，再观察吧。